先播个广告，休息一下，喝个水。其实我一直想要开聊天台，但是就是找不到游戏玩。哇塞，好强哦！还好，泽头，我等你。你今天也打个1300，但是分没更新上去。哎、欸、啊，所以舌头问你哦，你这个礼拜的奖励有拿到吗？他是说你第几名啊？他应该是说你第一名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没有更新的分数，但是我领到的奖励是第一名的奖励耶，超怪的，人人都是第一名的游戏，你看这个游戏哪里找，多棒啊！要再试试看换平板后的麦昆好了。好，看完广告了，感谢。啊，对，妖魔鬼怪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场玩提醒我，我带你去看过妖魔鬼怪。就是忘了看，我不是紧紧哦，好烂哦，舌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哎呦，我感觉有点有感觉哦，有点有感觉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哦。哎呦。对不起，我在做梦。哦，真的是，他游戏内这个断票真是让我很火大哎！相信在场有在玩的，哈哈，哇，感觉来了什么都是假的了，完蛋了，我们要去了啊！哦，被害死啊！空气泡泡怎么没出来？是空气泡泡啦，分数，次数的泡泡怎么还没出来？哎，我觉得不妙哎，真的是很不妙哎，真的是好，先这样子，打掉这个。哦，有两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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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白痴哦！啊，挡到画面了，谁？感谢芳芳超级留言，感谢感谢。诶，你是小芳吧？我记得。感谢你啊！感谢感谢啊！然后泡泡超少的了，我还是开技能。哇！没有，我说的白痴哦，是那个啦，我的画面挡到你的超级留言，这样对你很不好意思。我是骂 OBS 啦，好，不然再一次，你再抖一次，我把那个画面拉回去。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而且平板因为荧幕太大，你看我左右两边有米奇的图、欸，哎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我怎么可能会乱骂抖我钱的人白痴嘞？对不对？我直接骂他们低能哦、喔，抖什么啦？感谢方哦，这位方是早期元老的兔崽子，元老级兔崽子，因为考试关系退了兔窝群，现在回来了。你们要对他有礼貌一点哦，人家是长辈。我刚刚还想请你退款呢，你退什么款啊，白痴哦，这才是骂人的好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我一直没有消那个泡泡，然后会不会过不了关啊？射出去，然后是射出去，再来是还有一个，出去。而且什么长辈？算长辈啊，不然哦前辈啦，可以吗？对不起，讲错了，是前辈，拍谁？抱歉。
是前辈啦。好啦，真的真的是去了啦，这场200万，看来是没办法了，我们要去看妖魔鬼怪了，各位。那可以拉回中间吗？拉什么拉回中间？哦，你说想要对齐吗？很不开心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拉。还是你们旁边想看什么？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提哦。图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以为什么不跟看的嘞，还是你们要这个啦？还是要布布？布布啊，他最近越来越可爱了。布。啊，不行，看3000万，玩不行，不是3000万，300万，打不过。哦，那他最近更可爱，你看呐、啊，又是杯面啦，越看越气。真的是常爱打杯面呢、欸，然后哦，这关妖魔鬼怪，我这边全部三星，我拍子也没有全部三星，几乎三星，这边真的是妖魔鬼怪啊！这个舌头应该只是过一星就没有过了，看一下哦，这关是我目前遇到的魔王关，票零价。返回，哦哟，等一下哦，送爱心，好，都没有吐我的，零票喽，啊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有快过期的。3小时，我今天下午啊，本来想说票先花到零，然后等到晚上开台的时候，大概就又满了，又不是。我下午在打最后那个弹珠的时候，我一直打到2张票，乘二乘，我就打不完。好，妖魔鬼怪是这个，这关我真的试了各种方法，我就是想不到要怎么攻略它，我真的想超久的哦，我起码在这边花了30张票吧，如果要玩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玩了，你们会看到后面那个冰块，就上最上面那冰块球，普通打要打3下，或是用爆炸把它爆掉，到后面它会全部。你看，这样中间那个乘三加三好了，我就是这样射一下，它就会爆开。可是到后面那个爆炸的那些根本都没有了，我整个卡住。这关你卡超久，你是卡三星还是就只是一星过？我当时讲的魔王关就这一关啊。真的很难呢，又舍不得把那个消掉。哦，我是有几次已经。好想哎呦，你，好想你，好想感你，谢好银想须定。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
啊，白痴啊！我怎么会放那边啊？算了啦。这里。哦，你说不小心把小飞象那个全部领出来吗？有啊，而且我本来小飞象的票还可以换更多，因为它一直卡住不让我换，我就关掉，想说明天再来换，就发现忘记它截止日期剩不到10小时。他说，你看冰块超级多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欸。我都勉强能打到快三星就不行了。有强迫症的，真的建议玩这款游戏三思哦。啊，不是，有强迫症的来玩这款才对，因为它会治好你的强迫症，它会让你从三星变成说只要一星就满足了，对吧，舌头？我原本也是三星的患者。但是到后面真的我就是放弃了。不是啊，可是我那时候一直点，我真的点超久的，他就是给我跳出什么错误讯息什么就放弃了。我知道那个可以一直点，但是就是点超久的啊。好了。大概就是你看。冰块一直来，你每次削冰块一定一直来。这个是你们兔崽子后期要面对的大考验哦。而且我常常在这边断 combo 就直接断掉了，我根本补不起来。啊，都不行了，不行。魔王关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欸，汤包包你也抽到了啊！我今天有看到你耶，你抽到那个马咪咪，恭喜你啊！打完团回来了，没有。真的就只有这一关，我真的很无法。那、啊、其他这些应该还 OK，我先来破一破好了。啊，像我那天在兔窝说的，中间那个炮台就是这样玩的，这样子玩，射中间它会帮你射出去，然后等一下哦，还是可以这样啊，研究一下。因为其实这一关是我已经放弃三星之后，直接推顺顺推过去的。然后推过去的瞬间就发现，哎，怎么后面都开始都是三星三星，然后再回来推的。我都有在偷偷注意呀、啊，我在注意说谁的好友该删了、啊。我忘记为什么这关我过不了、欸，忘了忘了忘了。这几天在玩 GTA 就边玩边滑，所以心都没有在这上面了。看一下哦。会打到前面这个啊，大概是，用平板玩真的变好大颗，眼睛有点恐怖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有一个人的好友该删了哦 又要多一个删好友名单，哎、欸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北蓝？我讲真的，你看，都在怂恿人删好友，不然就是霸凌一个人，
也不是霸凌啊，就整个就是见不得人他好。我在讲见不得他人好，见不得人他好，什么东西？对吧、啊？就是我怕闹一闹的玩笑会让人很在意，像舌头。其实一开始只是闹闹的，没想到他怄气越来越严重。还有就是想说，干，真的想把你删掉。舌头就是呕到那个，我连氪金都拿来当挡箭牌的人，我就说你看舌头都抽到了啊，然后兔子就说你把他好友删掉没？麦昆超好用的，我还是觉得黄色那一只比较好用因为它毕竟黄色的那台车，它是把所有字母集中在中间。然后你集中在中间，就很容易挤到，然后就是连到很多 combo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没有个人呢、啊，我还是有点喜，因为黄色那台车是我封测的时候转到的 S 角，第一只 S 角，就可能用习惯了啦。所以会觉得它比较好，等你们转到就知道了。我真的觉得那一台比较强，个人看法咯。哎，好像有希望哦。然后每当这样讲的时候，希望在哪里？有没有？就会蹦出我能反杀。下一个会抽中，好像真的会过。哇，以后我卡关还是来开台好啦。我开台分数破了我的，啊靠北，不对了。我讲一件事情哦，其实我这个人脏话常常会带口，但是就只有靠北边这个词，我最不会讲，就是。我可能会骂靠腰啊，说干什么之类的，但干我都是骂干长音这种，可能就比较不像在骂人。对啊，但是靠北这个东西真的是最难听的。虽然比不上麦当劳啦，但是就是他是诅咒别人爸爸死掉，对吧、啊？就可以的话尽量不要骂，真的。听了会觉得没教养，难听，诅咒别人爸爸，三个字。